行政院长吴敦义今天说，不可能代职参选到最后一天，要让政务比较正常，无缝接轨。12月14号是一个既兼顾法律又兼顾行政，立法两院互动的状况，所以是他必须请假之时。今天立法院审查公教人员保险法，程序部严拟公保年金给付率0.65%，加上退休金，初步公务人员平均退休所得替代率可以超过80%。不过部分享有公保兼具劳工身份的国营事业员工包围立法院陈情，表示他们没有公务人员福利，给付率应该提高到1.3%以上。教育部体育司长王俊全今天说，啦啦队练习比赛依规定都要使用垫子，教育部将检查所有学校是否依规定购买垫子，若学校有困难会补助，此外也考虑订抛高限制，维护学生安全。根据一项调查显示，由于百年的结婚潮，不论是已婚或是未婚，受到这波气氛的影响，有75%的上班族坦诚会有想结婚的念头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